上次在成都的文具店时，姐姐心血来潮要帮妈妈买些手账文具。Let's go！ 手账手账，最重要的呢就是手账本啦。先选一个小麻薯的粉色 Wix 本，不过这个会不会太可爱了呢？接着呢是梨形本。什么是梨形本呢？就是呢把我们的胶带贴在梨形本上，然后用笔刀给它刻下来，再贴到我们的手账本上就可以啦。接着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胶带，别忘了是要给妈妈挑哦。哦，这个我要买，这个很好做，匹诺曹，扎尔妹妹的甜妹衣橱。不是给我买的吗？怎么全按自己的喜好了？除了人物，还可以选择边框胶带来做装饰，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，还有这个彩色气泡的，一整就什么颜色都有啦。哦，还有文字胶带也很重要哦，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，就选你们吧。哎，这个适合给爸爸妈妈做哎，哦，像我吧。终于想到是为妈妈买的啦。改一下便签，那我就每个颜色来一个吧。最后呢，就是一些辅助工具啦，小夹子。好啦，有了这些工具之后，就可以开始你的手账之旅啦。有多少粉丝宝宝期待林妈的第一篇手账呢？